彰化县政府全力推动县政。是日县长魏明谷与县级立委拜会交通部长贺成旦，提出三横三纵三铁三桥的交通建设蓝图，向中央争取最大经费支持及补助。那这些交通重大的建设啊，那我们希望赶快能够启动。对交通对我们彰化县是很重要的，希望我们交通部能够对彰化县的交通建设能够关照也能够投入比较多的经费来协助我们，把我们彰化县的交通的路廊全部都能够打通，让我们的交通任督二脉都能够畅流无阻。那我们也希望部长能够到彰化县来做交通建设的考察。今天跟魏县长还有中医委员出越委员到交通部拜会我们贺成部长，那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彰化县所有的交通建设，那尤其是彰化的铁路高架是我们彰化市民最期待的部分，所以我们也拜托我们交通部这边能够尽速来审查，让我们的彰化的铁路高架能够尽速来通车，一方面解决我们彰化整个交通的一些问题，那一方面也可以发展我们彰化市的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发展。县府公务处长林汉斌进行彰化县交通建设计划简报，完整说明交通路网的建构及施工中重大交通建设执行的现况，会同县级立委向交通部争取六项交通建设案经费，共新台币14亿元，借由健全彰化县交通完整路网，提升行车安全及交通服务水准，有效带动彰化县经济繁荣。公益频道许维珍台北采访报道。